我来这里是有目的的，我要让大家认识谁是吴嘉诚。我做练习生快两年，以团队出道三年多，我非常渴望回国的这次机会。虽然是组合的成员之一，但是呢，我其实对我自己的 solo 欲望也是非常非常的渴望的。一块的时候，你可能感觉不到自己的问题，当你真正脱离团队，一个人出来的时候，你才可能会发现自己很多身上的不足，这样才可以找出问题，然后改善问题。希望可以在这边刺激我创作的能力，找到更多音乐上的可能性。I just want to show to the people who Samuel is. 他是真的一个能让你去做自己的舞台。一开始画面其实就给了我一种就是蛮轻松的感觉。来了我的伙伴。You can call me uncle. 你是自动的吗，同学？有一半的人都认识，挺神奇的，突然一下在这里都聚在一起。我感觉我们现在像一个男团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 ！What? Nice. 乖巧，搞怪，可爱。不太适合我。我想找一个懂 hip hop 的，就是真的懂 hip hop 的。你可以坐在这个地方，就是随便说一段 rap 之类的吗？不行。蛮蠢的，真的蛮蠢的。你需要我出去吗？我可以出去。你没有发现少了一个人吗？我那么一直待着，然后就不走了。我真的不想跟这些小哥哥一起跳舞。好了，我要闭嘴。说实在的，这一期我的表演总体上来说不如我任何一场演出。那你们最长的练习时间是多少？你记得吗？每天睡一两个小时。用一颗坚定的心去完成自己想要的，我想要追求的，永远都要相信自己。我很相信我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要告诉我自己去努力的做到，尽我自己所有的努力，为大家表现出一个最好的演。我也很庆幸我身上有的东西，他们也没有。我想要做我自己的超人。我想说的东西都会写在歌里面，很直白。如果你听完不懂 ，sorry。发挥100%的实力来征服大家。觉得他弹钢琴唱歌的时候是发光的。我要唱一首好听的歌，但同时我要表达我自己，把最好的一面给展现出来，有自己很明确的风格，就叫 Be Ready。